Hello, hi, 大家好，我哋又见面咯。你一见我就发咯，你一见我就好，你一见我就健康啦。坦白讲啦，一见我咧，你就遇到福星啦。好啦，好快咧，我哋又讲翻咧呢个2023年兔年咧，属牛嘅朋友咧嚟讲咧，又是1937年嘅朋友，86岁噶咯，老一岁噶咯。咁你都想知道你喺兔年里边吓？點樣養先？你嘅運勢係咪先？咁啊落嚟咧，仲有1949年咧，就七十四歲嘅朋友咧，你嘅健康啊，或者投資嘅方面啊，錢財嘅方面，你都想知道啊嘛。健康嘅方面，你都想知嘛，係咪先？咁啊落嚟咧，同埋1961年嘅62歲嘅朋友啦。咁啊再落嚟咧，1973年就50歲嘅朋友。再落嚟咧，就1985年38歲嘅朋友。就要睇你自己嘅運氣有幾好啦，有幾壞啦，我即刻會同你分享，好冇？咁啊落嚟嚟講咧，1997年裏面咧就26歲啦。咁樣呢個時候咧，做生意嘅人咧就最重要係點樣去出去做生意，點樣去面對咩困境，乜嘢好處，我自己我都會同你分享嘅。咁樣再落嚟嚟講咧，就2009年嚟講咧，就14歲嚟講咧，就讀緊書嘅朋友。就要睇你嘅天衝可唔可以考到6個 A 或者9個 A 就要睇你啦。咁樣2021年呢2歲我就免提啦，都提個細我哋就唔講啦。咁樣首先呢我哋就講呢個呢就1937年呢86歲嘅朋友。坦白講你年紀已經唔係細咗，但係做乜嘢唔好太過勞心勞力。有乜嘢呢慢慢嚟俾人哋分擔下。係有啲人分擔唔到，幫你分擔唔到，我知道你嘅脾氣呀。但你都要明白，一時嘅嘢都要借助他人嘅力量幫你分解一下，自己唔使咁辛苦咁盲塞嘅做人，係咪先有婉轉啊嘛？啱冇先？仲要一句説話嘛，精人出口嘛，乜嘢乜嘢咩人出手，係咪先啊？一時嘅嘢係好多，佢哋係後生嘅，同你嚟比係比唔到。蚊比同牛比，第一事嘅嘢，利用嘅心機嚟教導去、指導去、教下去，佢可能佢會做到你要嘅所求。雖然達唔到100%，但依然都可以幫輕你啦，冇咁硬頸啦。咁樣喺新嘅一年裏面咧，你就記得咯喎。喺兔年裏面投資嘅方面咧，又好亦又壞，有錢賺，亦係平平淡淡過。所以你喺投資嘅方面嚟講咧，一切咧都要睇你嘅運氣。越衝動越緊張，坦白講咧，就越死板啦，就係、是、死梗啦，啊就會撞板嘅，你明白冇？唔好死死板板，唔好一味撞板，明白冇？所以做咩都好咧，你哋咧就要打醒12分精神。坦白講，啊依樣嘢就要小心，投資嘅方面咧你就要注意一下啦。可能咧你咧即係講咧唔好暴飲暴食，做咩都好啦。喺平時一年到晚嚟講咧，自己盡量唔好宵夜啦，唔好好似師傅咁樣係又宵夜，因為我做工我做得夜，我要宵夜，冇宵夜冇體力又唔得喎，因為我哋半夜三更啊，又係念經又打坐，好多嘢都要做嘅，又要幫你解咗講之後咧，我哋翻嚟酒店咧，仲要處理一下嗰啲嚇嗰啲事情嘅嘢啦，所以要記得咯喎，1937年嘅朋友咧喺兔年裏邊咧有好有壞。投資嘅方面可以投資，但係咧樂觀咧就係麻麻地啫，大家要注意。咁啊落嚟咧就1949年嘅朋友咧就74歲咧，今年咧可能咧你有官司在身啦。咁樣打官司嚟講咧，如果可以庭外和解就最好啦。如果唔得嘅嚟講咧，就肯定咧就因為為咗某啲事情咧而鬧上法庭嘅。可能財務嘅問題啦，可能啊，即係講毀謗啊，你都會鬧上去官司嘅，所以你自己要打醒12分精神，千祈咧唔好參與人哋嗰啲啊，即係家事啊嗰啲咁嘅嘢咧，盡量就唔好參與啦。咁樣人哋家事嚇、一家唔知兩家事，你自己走去多事嚟講咧，你自己係惹禍上身嘅啫，唔衰就攞嚟衰，又千祈唔好咁死春啊！所以講咧，對同人哋接觸同埋相處嘅時候咧，你都以和為貴，你唔好太過衝動，唔好死外面講話，一時咧你嘅朋友就咁樣好多都離開你噶啦，你明白接受唔到你嘅做法。
所以咧做咩都好咧，你咧我積極咧嚇，即係話齋咧做好自己本分嚟講咧，大致上喺兔仔年方面咧就一切都順利利、平平安安。但係咧你要留意啊，你嘅健康嘅方面啊、喉嚨嘅方面啊、皮膚嘅方面啊、你嘅膽啊嘅方面啊、肝嘅方面咧，你就留意你嘅健康咯。所以要注意自己啊，如果係講啊食嘅嘢唔啱啊，就要戒下口啦，記得喎。咁樣1961年嘅朋友嚟講咧，就62歲嘅。咁樣咧，今年咧，你咧賺錢嘅機會或者係講財務嘅問題嚟講咧，非常唔錯，有錢剩，有錢賺。所以講做咩都好，你哋都可以話齋，如果做緊工嘅嚟講啊，都會升職，都會加薪嘅。雖然咧年紀係62歲，但係好多人咧都會做緊工，有啲人咧就半退休，有啲完全係有錢嘅退曬休，有啲係做幕後嘅老細，都係賺錢嘅。所以1973年嘅啊依、這個朋友嚟講咧，都係 OK 嘅，你明白冇？唔需要擔心咁多嘢嘅。所以73年同埋61年嘅朋友嚟講咧。嗱，依兩個咧，你哋咧喺依個做咩都好啦，嗬，即係我都受人哋讚賞，你明白冇？所以1961年同73年嘅運氣咧，兩個咧都差唔多同時有咁樣嘅運氣，都唔錯下嘅，亦達到你哋嘅目標同埋目的嘅。所以講你哋要增加你哋嘅自我發展嘅機會啊！1961年嘅朋友74歲嘅，同埋依個1961年同埋1973年咧，你哋依三個年份嘅人咧，都機會都差唔多不相伯仲嘅喺兔仔年裏邊。所以做咩都好咧，升啲加薪肯定係有啦。第二嚟講咧，就唔好為咗小事嚟講咧，同人哋爭執啊、嘈交啊嗰方面啊。所以講咧，健康嘅方面咧，就注意慢性疾病。咩叫做慢性疾病啊？可能會生瘤啊，或者係講子宮有生水瘤咧，或者係講心臟有阻塞啊，你哋就要留意啦。所以1961年嘅朋友，我注意你嘅健康，同埋1973年都要注意你嘅健康。但一時嘅嘢嚟講咧，唔好因為家庭嘅糾紛而引發大家搬出去住，亦唔好嘅。所以1973年嘅朋友咧，佢會比較衝動啲，你明白冇？50歲嘅朋友，所以你自己要注意一下啦。咁樣樣咧，依個咧61年嘅朋友嚟講咧，你做咩都好啊，都可以賺大錢喺依個兔仔年裏邊係 OK 嘅。咁樣1973年嘅朋友咧，成日為咗多少嘢咧而矛盾，你唔好矛盾咁多。所以講咧，不相伯仲嘅，你哋都要愛自己咧，鍛鍊好自己嘅身體。1973年嘅朋友喺依個兔仔年裏邊做咩事咧，健康咧就會有保障。但係一時咧，一點講咧，唔好因為為咗私人嘅事，或者係講放唔開咧，而搞到咧心驚膽戰，同埋心頭好嘅嘢就冇咗，都會走失嘅。所以1961年嘅朋友嚟講咧，大致上係好咗好多。咁你注意一下你嘅糖尿啦，同埋你血壓高嚟講啦，即係食嘅嘢咧就要自己要注意啦。所以你哋依兩個出世嘅朋友啊，就要留意啦，明白冇啊？咁樣咧，1961年咧，你嘅偏財你係有嘅喎，係 OK 嘅喎，係唔錯嘅喎。咁樣橫財嘅方面都係有嘅，所以你自己把握時機。總之咧，你專注於你自己嘅事業，特別你自己嘅生意嚟講咧，就冇死啦。所以1961年嘅朋友嚟講咧，做乜嘢方面都要愛平時戒下口就得啦。明白冇？1961年嘅朋友嚇，所以講咧，1973年嘅朋友，唔好為咗瑣碎嘅嘢啊、小事啊，就搞到雞犬不寧啦。咁落嚟咧，1985年嘅朋友嚟講咧，你喺依個兔年裏邊做咩事都好，你都係諗到清清楚楚。嗱，好似講而家係講換工都好啊，睇到清楚你點換工。如果唔係你換到個新工嚟講，有啲會換到好嘅新嘅公司啦，有啲一換咗公司之後咧跳槽咧，反而仲衰過舊公司。所以你三思而後行，搬屋都係一樣，做乜嘢借錢都係一樣，投資嘅都係一樣，明白冇？睇清楚定嚟做嘢。所以講咧，你能夠咧一時咧，你咧做咩都好，車唔好揸咁快。咁樣意外就會少好多啦。如果你車揸快嚟講咧，一時輪到你快與慢，一時係人哋影響到你，所以你自己咧揸車出門咧都要小心啲。所以85年嘅朋友嚟講咧，做咩都好咧，你咧就一定要留意你嘅健康，定時檢查健康係最安全嘅。所以一年咧嚟講咧，1985年嘅朋友發展喺兔仔年裏邊咧，發展係唔錯下嘅。坦白講，而且咧，你而家做咩都好注意你嘅腸胃嘅健康
啊，你嘅胃啊，成日都好多胃風嘅，我自己留意睇啦。咁啊，關於1997年嘅朋友嚟講咧，26歲嘅朋友嚟講咧，肺運氣咧非常嘅旺啦，而且咧人緣又旺，貴人又多嚇，笑人又少，生意又好啊，錢財方面咧又有錢賺，淡淡定。所以講喺年頭嘅方面咧，過咗年之後咧，一月、二月咧，你三月、四月咧都唔錯。咁啊，五月嚟講咧係麻麻地。六月咧就有進步啦，有睇到效果啦，所以你做生意嚟講咧，隨時咧都係冇問題，係 OK 嘅。如果冇做生意打工咧，你都係學到好多知識，所以唔使擔心嘅。所以咧，我同你講咗咧，做咩都好咧，要定定揾食啦，放心啦。九七年嘅朋友嚇、啊，不過咧唔好食咁多煎炸嘢，唔係喉嚨咧就發炎啦。冇講我唔貼士俾你啦，好唔好？所以講啊，一年到晚嚟講咧，二月份開始咧，你嘅運氣有上有落。三月咧就開始慢慢轉好，六月咧會更加好，八月、九月、十二月係就係、是、你嘅即是講機會嚟咗嘅，所以你把握時機。咁樣樣2009年嘅朋友嚟講咧，就係14歲嘅朋友嚟講，仲係求學啦。咁喺同學嘅方面裏邊咧，就盡量咧俾心機讀書，因為我係所知道咧，你哋喺兔仔年咧，就比較懶惰啲啊，而且咧唔專心讀書依樣嘢，曳曳啊你哋啊！你哋睇打醒份十二分精神啦，所以做咩都好啊，唔好錯過嗱、啊，把握時機，對你將來嚟講咧，讀書嘅朋友咧就非常好嘅。你哋我聽話唔可以偷偷地吸煙啊，有啲好攰啊，同你講啊，啊，所以我做乜嘢都好，好多嘢你有興趣咧，你盡量去學。日後咧，你將來咧，你大咗之後咧，你讀書啊，將來啊，或者出嚟社會生活嚟講啊，啊，所以講你都會幫助到你好大嘅。所以2009年咧，讀書嘅朋友嚟講咧，14歲咧，你就要把握時機。不過咧，你哋做父母咧就睇緊啲，因為可能驚佢會學壞喎，喺兔仔年裏邊喎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啦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到為止啦。希望咧大家喺兔年裏邊咧順風順水啊。不過咧，屬牛嘅朋友都係嗰句，注意身體健康啊，油膩煎炸嘅嘢唔好食咁多，記得咯。有頭暈嚟講咧，可能頭痛嚟講咧，可能係血壓高嘅問題，所以自己注意。甜嘅嘢唔好食太多，要記得啦。不過如果你運數唔好嚟講咧，你知唔知嗰啲楊柳枝啊、楊柳葉啊，攞楊柳葉嚟沖涼就好啦。收到 ，OK， 拜拜。